我那一刻就是你知道有一股那种我好想为你得奖，我好想为你得奖。你知道我们做孩子的总是希望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父母亲骄傲，这是我们的推动力。开心，抱一下啦，抱一下，我帮你们拿麦克风，抱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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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太好了，恭喜！因为妈妈不是也是很激动，超激动。我完全哦，我要跟你们说一件我其实我在台下，哦，应该是说。我妈这次来我真的很感动，然后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，然后她那天她隔了她我们算好时间，因为那时候有新的什么策略啊什么，我们就说啊这样子你就进不了台湾还是什么，因为他们还有什么人数的什么限制，但还好她真的有就是算好时间可以来。然后她是30号才到我家，因为他一直不想出门，他一直在饭店隔离这样子。然后我们第一天早上，我很早起床，然后他，我记得我帮他煮早餐，然后老人家在那边吃你煮的早餐，然后阳光洒进来的那一刻，我那一刻就是你知道有一股那种我好想为你得奖，我好想为你得奖，你知道我们。做孩子的总是希望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父母亲骄傲，这是我们的推动力，也是我们很多人的的挑战。对，我们常会觉得说，可能在我们父母亲的眼里，我们不够好，还是我们没有做得不够好，还是我们令他们失望？不行，我们要一直努力。所以我那一刻就是阳光洒进来，我就说我很想为你得奖。就光是那个，我觉得那个 moment 我永远不会忘记。对，这是一次拿4个，我觉得光重要。我倒是没有这样想过，我只是因为背对背，所以因为我完全没有在准备任何的感谢词，所以我非常很想踢自己，因为就是有种到最后有一种又感动，但是说不出来。但是我觉得。OK， 因为我用音乐去做这件事情，我觉得那比较重要吧。那他有说妈妈是你的幸运，然后真的也拿了这么多奖，他有没有对你讲什么？其实我觉得你不觉得就是从妈妈的眼神你就能看到了吗？对，然后他一直握住我的手，对，我们这次的就是他来，我觉得我们关系也有变得更好，那个是可遇不可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